被发现了。把旧事交出来，你现在要的是逃不掉。落到这般田地，可惜无福消受了。不过雕爷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抢的哦。下一任的继承者，雕爷就在这儿等着你了。小哥，少喝点儿，别喝了。废人了，喝不喝酒还有什么关系？您不是废人，被比的人是林浪天。别说这个名字。是林浪天在招数里下了黑手，一招废了你的武功。出去。小哥，冬儿，你为什么天会变成这样？天明明就是最强者。天元境，好样的，三弟，能不能回内族就全看你的了。看，废物的儿子，都是他爸害得我们没能回内族，去打他，打他。我说我爹不是废物。林狼天下了黑手，恐怕我经脉都废了，还练什么武？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彻底废了武功，还自称是什么林家的天才？这些灵药对三弟也没什么用啊，不如就让给小妹们吧。他要走，就随他去。简直太欺骗林家的人！不许你们侮辱我爹！还敢回嘴？我偏说，老子是废物，儿子也是废物。这个家伙练到现在，连通背拳一响都打不出来，把他们赶出林家。是。那是因为林家的灵药全被你们抢去了。废物还想要什么灵药？闭嘴！叔父整天酗酒，疏于管教，只有我们来教教你了。一家子废物！你们给我闭嘴！活该一辈子被人打！哼！
再怎么努力，都还是别人眼中的废物。我真的是个废物吗？也是废物。我已经是个废人了，是个废人了。族比是灵氏宗族最为重要的大会，每一次大会都是族内年轻人名扬天下的最佳机会，如若闯进前十，不仅有丰厚的奖励，即便是外族之人也会被无阻碍地升为内族之人。下一个上场的是你儿子犬子林啸，希望他能进入前十，让我们重回到林家内族。来，冬儿，爹爹要上场了，你跟着母亲。来，爹爹加油。林氏外祖林啸，爹爹加油！三弟加油！加油！三弟加油！林郎天，是林郎天呐！林氏内祖林郎天。这小子是谁？就凭他也想打败我三弟？你们还不知道吗？那可是整个大燕郡的传奇人物林郎天。他十岁突破淬体九重进入地元境，十二岁进天元境，十五岁体内元气阴阳交泰，体内结丹进入元丹境，天赋异禀，无人可及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赐教了。这小子什么态度嘛！三弟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还敢打着林家的旗号说自己是天才，外族的废物！爸，他要下黑手。爸爸！废物！废物！废物！可恶！这可恶！林郎天。变强！我不是废物，战胜林郎天，我要变强！
这是哪儿？我的伤口都愈合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奇怪的东西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进到我的手里啊？嗯。那谁呀？哥哥，青檀，你怎么来了？哥哥，灵山那个坏蛋今天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没事的，青檀。灵山他们太坏了，总是以多欺少。爹爹又不肯教你练武，害得你一直打不过他们。我真的没事，你看我都没受伤。那，真的？当然了，哥哥从来不骗你的。林莽叔叔的两个儿子太坏了，林山野蛮，林红狡诈，成天欺负人。其实以前二伯和爹的关系最好了。罢了，不说了。爹今天怎么样？又喝酒了吗？没关系，我明天就去山上采点灵药，一半给爹爹恢复功力，一半给哥哥修炼，让哥哥尽快打过那个坏蛋灵山。青檀真乖。那就快点回去休息吧。青檀睡不着，哥哥陪人家玩会儿嘛。青檀要听话，你本来就是冰寒体质，身体不好更要好好休息了。就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嘛。青檀，别闹了。我们玩捉迷藏吧。你都几岁了？别跑。那我们比赛去走梅花桩。天天黑了别出去。哥，你怎么这么笨，连我都抓不住？看我抓住了，不打你屁股！站住！别跑啊！青檀乖，哥哥修炼了一天，很累了。好吧，那哥哥早点休息。快去睡吧。我得尽快弄明白这是什么东西。搞不清楚这件事，我今晚不睡觉。做梦都能看到手里的图案，原来是块漂亮的石头。这些符文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竟然这光影能打出十响通背拳，刚才我好像也淬体三重了，难道再来，你哎呦，我梦游了，那光影，十响通背拳，啊，难道是这个石符？干什么？快放手！啊，青檀，丽珊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这株赤阳草我们昨天就发现了，只是等着今天来拿而已，你把我们的东西给拿了还说我过分。 你胡说。青檀，你还是把赤阳草给我们吧，你在这里大喊大叫的，一会儿林洞那废物该赶来了，不过他来了也好，上次我们还没打过瘾呢。不许你欺负我家哥哥。他又不是你亲哥哥，你护着他干嘛呀？就是啊，快把赤阳草给我们吧。是啊，拿来。拿去。哎，真乖。哎呦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哥哥，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好啊，你这废物，几天不见胆儿肥了是吧？看来上次揍你揍得太轻，没长什么记性啊。林东哥，不要跟他打，赤阳草给他，我们不要了。青檀，别怕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药我要，人我也要揍。那我也告诉你，今天药我要，人也要揍啊。你想打赢我，痴心妄想。哥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想走哪有那么容易。呀，哥哥，你什么时候？原来昨天晚上不是梦。淬体四重，怎么可能？前些日子你才淬体二重，你什么时候？哼，要你管。哼，淬体四重了又怎样？废物终究是废物。废物，看看谁才是废物。嘿，呀，嘿，嘿，嘿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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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走开！慌什么慌？竟然已经七响了，昨晚的修炼果然是真的。小子，你别嚣张！哈，跑！哈，跑！得！哈！退下！林红，啊，哥。淬体四重，七响通背拳，不是你能挡下来的。林洞堂弟，看来藏拙许久了。小把戏，怎么入林红堂哥的眼？哥，这废物出言不逊，不好好教训他一下，他眼里没个天高地厚。嗯，没大没小，林洞堂弟在外打架惹事，三叔自然会训诫，
轮得着你来管吗？哎呀，差点忘了，三叔的武功被废，落得一身的病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力气教训林动堂弟了。废物，这一家子都是废物。哥，哟，谭妹也在啊，真是越来越标致了。哎呀，林山这家伙做事向来鲁莽，不过你若是需要灵药的话，只管来找我便是。赤阳草这种一品灵药总归是太没档次了，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，毕竟早晚是一家人。切，谁和一家人？你还不知道吗？马上就是我们小辈的族比了，等我在族比中获胜，自会请爷爷将谭妹许与我，到时不就是一家人了？哎，林动堂弟，替我照顾好我未来的媳妇儿哦！你们这些家伙，别去，别，青桃害怕。呸！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嫁给这种混球。冬儿，通背拳能打出七响了？是，我也是昨天才。那很好，那很好。背拳，你觉得可赢得了林红？赢不了。知道便好。六年前，我断送了自己的前程，爹不希望你像我这样毁了自己。要想成为强者，就要像这儒子，稳固根基，蓄势待发。冬儿，你天资过人，这些年是爹亏待了你。爹。刚才我打的那套掌法你可认得？八荒掌。八荒掌乃二品武学，本想明年教你，但你进步神速，我这就教你吧。好。八荒掌不愧是二品武学，比通背拳强多了，等学会了哥就教给你。怎么了？心事重重的啊？担心我输了族比，你要嫁给林红？放心吧，青檀，哥不会让林红如愿的。可是我也不想哥哥受伤，林红可是淬体七重。淬体七重又怎么样？我一定会超越他。只要我还在，就没人能把你带走。我家哥哥最好了。青檀呀，你不要总挂在哥哥的胳膊上。今天倒是听话。哦，怎么了？别碰我。你这寒毒又发作了。没关系的，我忍忍就好。哎呀，哥不怕了，哥这就带你回家。
竟然凝结成了珠子。哥哥，寒气退了。嗯，好像是的。你觉得好点了吗？嗯，好多了，谢谢哥。傻丫头，说这些做什么？可我的寒毒越来越重，如果害得你也……傻瓜，凭你这点寒毒也能害到我？不是吹，我已经修炼出能吸收寒毒的心法了。瞎说。连爷爷都说我这寒毒无解。哎，你不信？那你看好了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神仙佛祖快显灵，妈咪妈咪，轰！你真能？怎么样？没骗你吧？哇，我家哥哥也太厉害了吧！嘘，青檀，这件事可别告诉别人，包括爹和娘都不要讲，好吗？嗯，这是我们俩的秘密。喏，哥，好看吗？当然，我的妹妹最可爱。青檀，哥绝不会让令狐得逞的。这便是淬体第六重了。哎，你等等我！快点，祖比马上开始了。哦。三弟，这次怎么舍得离开你那窝棚了？二哥。久违了，伤养好了，想和小辈们过过招。终于舍得出来见我了，爹，对不起。爷爷，罢了罢了，总算没等我进棺材才来。哼，他还有脸来？今天是我林家家族族比之日，老夫也不多说废话。老规矩，族比为擂台赛，谁在台上坚持到最后，即为胜者，为我林家最强小辈。来比一比，看看谁最强。哥哥，哥哥怎么还不来？接招了，林山！
是哥哥厉害。可再有人与我比试。等等，还有我。我。哥哥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不知谭妹有何见教？不敢。我未来的媳妇儿好凶啊！谁要嫁给你？听谭妹妹不嫁给我，想嫁给谁呢？与你无关。瞧瞧这坏脾气，我喜欢。谁稀罕你怎么想？放心，我可舍不得打你。谭妹，承让。承让什么？我还没输呢。哼，好了，青檀。结果已输，本次组比胜者是。请慢。爷爷，不知可否让孙儿一试？哎，父亲，这不合规矩吗？族比的规矩就是，但凡晚辈，皆有资格参加。多谢爷爷。哼，以乱击石。怎么，三叔教训不了你，要我来？哼，我倒想试试林红堂哥的身手。想娶青檀，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冬儿竟然淬体六重了。这小子竟能与林红对上那么多招。你居然淬体六重了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哼，那你再看看这个。什么？九响通背拳？哦，十响。十响。十项又如何？凭通背拳这种给废物用的一品武学也想赢我？哼！八方掌可不是你这么用的。而且比你的厉害，是不是？不可能，你不过淬体六重，不可能！淬体六重，不只是你达到了淬体七重。淬体七重，还想娶我妹妹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们奚落我爹，欺辱我和青檀，骂我和我爹是废物。哼，废物吗？我没日没夜的修炼，即使没有你们可以享受的灵药，即使没有家族武学的指导，今天我依然会超越你，击败你。你所有的欺压、鄙夷、羞辱，
都已经尽劳，忍下，化为动力，然后加倍奉还。胜负已分，本次组比的胜者是林啸之子林动。这是林家、雷家与谢家，现在雷谢两家已经定下婚约，抱团取火，想将我们赶出青阳镇。我们想要翻身，必须和他们联盟。狂刀武馆，没错，狂刀武馆位居青阳镇边缘，不太会理会我们三大家族的事儿，如何说服他们呢？我已派人去谈联盟之事，还在等消息。另外，还有一事。对，狩猎战。狩猎战关乎家族荣誉，我们不能输。既然动儿赢得了组比，那这次就派他出战。这几个月，你们要全力帮助动儿提高实力。是。这次狩猎战，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。